加勒台的观众朋友，立喜福建人回来啦！这次呢，我们走出新加坡，到不同的地区，介绍更多福建人的文化特色。二月份锁定加勒台，立喜福建人第二系列，敬请期待。 立喜福建人二是由松鹤香米和稻田牌米糠油荣誉呈现，以及美珍香主要赞助。